家人们，是谁说现在的年轻人光看发量就已经垮掉？太原下了一夜的雪，简直太冷了。但是提醒大家，雪天路滑，短短三公里，一路追尾加漂移来上班。小姐姐的头发怎么说呢？打开里面都是惊喜。张万森，这下无里无外都在下雪。来来来，听到声音已经困了。如果头皮会呼吸，你会发现一天的疲惫烟消云散了。